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話，聽取咗各方嘅意見之後，對修訂逃犯條例作出多項新改動，重新移交過程有法庭把關。如果我哋要交啲嘢之前，一定會俾個證書俾人對方咧，而且係先送翻個人質，唔係話隨便送，不如而家一班行咧，我哋一定移交到你呢話題都政治嘅理念嘅，宗教嘅、種族嘅，啊，同一啲思想有關嘅嘢咧，出版刊物。 印刷等等咧，言论嘅，我哋系唔会交，因为香港冇呢啲，我哋讲紧系一个叫双重犯罪。佢又话新修订最招致最严重罪行，并由高等法院处理。西隧今日起加价，私家车、的士、小巴同货车率加5蚊，私家车每程收费加至$70，而双层巴士加$15，新收费去到$200。各类车种只有电单车唔加价。 西隧对上一次加价系喺旧年7月底，西隧加价幅度由西隧专营公司决定。由于新收费较法定许可收费低，加价无需政府批准。今期六合彩结果系3、13、19、23、35、43，特别号码系26号。下次新闻系要喺10:46。 好似将只戒指送俾我，我一直保存到而家嘅。哎呀，呢双戒指边个应承我同佢结婚啊？